Tony Stark。人们喜欢称我为钢铁侠，我是人类的守护神，罪恶的杀手，外星人的天敌。今天我正在加利福尼亚享受我美妙的假期，可是总部的电脑竟然把我召唤回来了。电脑，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外太空站，汤姆，我好久不见他了，把他给我接过来。怎么样，汤姆，在外太空生活的还如意吗？史塔克，外星人入侵地球，情况紧急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啊，汤姆，我的好朋友，好兄弟，伟大的战士汤姆·克鲁斯牺牲了。看来我要实行复仇者计划了。电脑，把复仇者联盟成员的资料输入电脑。现在我需要美国队长的帮助，准备传送美国队长。我怎么到总部了？钢铁侠，你这是闹哪样？我在家正刷牙洗脸呢，你把我整来干什么？队长，十分的抱歉啊，但是现在十万火急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啊。你先整理一下你这个口腔啊，然后我去传送其他人。好。电脑，我需要绿巨人，准备传送绿巨人。车呢？什么啊？我正开车呢，别我！就你这脾气，你就别开车了呗。队长，帮我照顾一下他，我去传送其他人啊。你陪我陪啊，陪我陪，你陪我陪。电脑，准备传送黑寡妇。黑寡妇呢？人呢？不是，还有我事儿啊。你干啥呢？我合计这不放假了吗？跟大伙儿搁这嗑会儿瓜子儿，看会儿节目。哎，你演的不错呀。哎呦，谁把你这个了？地球现在很危险，他需要你。啊，传送我吧。传啥？传上了呀，传啥？上了呀。哎，瓜子啥味儿的？快来来来！你说你们来了来了来，别急，谁一天天的啊？你们都要干什么？现在地球非常的危险，现在需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又开车又洗脸又嗑瓜子的。还有谁没有到？雷神。对。准备传送，雷神。什么玩意儿？刚才是不是过去个啥？没看清啊？没有，就刚才就这是说，啊，什么呀？哎，雷神，哎，你干啥呢？这一趟趟的，锤子失灵了。知道为什么失灵吗？嗯，他搞对象了。啊，跟谁呀？就这小母锤子。哎，快住他！这种活还是交给我吧。站！
完蛋的玩意儿，这俩老爷们儿这得需要智慧。就是，你来，看我的。一会儿回来这帮玩意儿还得踩我一趟。不是，我说你们这几个老爷们能不能有一个行事的呀？啊，起来，看我的，就没有一个有分量的，来吧。我说雷神，既然他俩处对象了，你把他分开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我咋就没想到这招呢？我简单。咋的你啊？失败了。还能不能干活了你们？愁人不？你说不行了，这锤咋的、啊、受不了了。我回来了啊，事情解决了。怎么锤子修好了、啊、没修好，扔了。嗯，咋你把锤子扔了啊？你去照照镜子，你自己有什么用？你觉着我们要的是锤子，要你干啥？就是啊，要锤子。没事没事，我出钱里还好几把呢。我再重申一下，咱们的任务非常的重要，知道吗？一个人都不能稀得马哈的。把那锤子给我递过来，来啊，拿吧，知道吗？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情报，从外太空发过来的。我的好朋友汤姆·克鲁斯已经牺牲了。嗯，外星人准备大举进攻地球，来听一下他最后的声音吧。史塔克，史塔克，外星人入侵地球，情况紧急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他是我的同学，发小，一块儿的大学同学，甚至于以后的同事，他已经牺牲了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类要为此付出代价。我们都是超能勇士，我们是要保护他们的，知道吗？你们都在干什么？都在干什么？你们做好战斗的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你们有信心吗？有。他们来了，准备战斗。Bingo, bin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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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
史塔克，外星人入侵地球，情况紧急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史塔克，外星人入侵地球，情况紧急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结束了，散了吧，去看节目，嗑瓜子去。不是，我说钢铁侠，你下次能不能有点准儿？你说还打把瓜子儿？我说钢铁侠呀，啊，你这是闹哪样？我搭个盆。还搭只腿，你瞅瞅，一天天的，我上不起那火。钢铁侠，我告诉你啊，把那锤子给我抱了啊！来，钢铁侠。